林局长，今天特别来指导我们的陈教授，议长还没到，非常欢迎，高兴在屏东的地方教育史上，从来未有过我们议长愿意到我们的校长会议当中来给我们鼓励。我们屏东。在大家在读书之后，就是担心我们是不是被边缘化，教育是不是要极大差距？如果从教育的极大的差距的出发，恐怕这个距离会越来越远。那很多人就说，我们是不是要跟五都合并？我一直内心认为，在穷困的孩子如果立定志向很奋发的时候，他的能量他的天赋一定是出人头地。